破的破，旧的旧，烂的烂。因为小朋友就是会手无聊嘛，就拉拉他。就是小朋友有时候不是还会把窗帘这样觉得，我很烂呀。可是，在都市里面，他是有经费去修缮它。但是我们在偏乡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办法。其实老师就是他就把它拔掉就好了。可是这个就会造成他们很多问题。这是第一个，这个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我们发现一个很酷的事情。就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其实政府朝沸沸扬扬，就是每个国中小，每个国小一定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电子白板。哇，一台33万，真的超屌，就好像钢铁的电影一样。就一个白板，我在这边我可以滑动来做事，来做教学。可是它电子白板其实它非常有趣，它就像一个投影灯投到它的白板上面去。但其实你在这边滑动的时候，哇，小朋友也看得无一二。啊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当有阳光照进来，这个电子白板就是白费的，它就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既然这样，那不如我们就去把它装窗帘，把它装好，把遮光弄好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不但解决了他们的吸沙问题，又可以解决他们电子白板无效用的问题。哎，太好啦！他就提出这个想法，我说好啊好啊，那你就去吧。没有啦，那个时候我还蛮热血的，就跟他说好，既然你要去，那不如这样好，我们这边是有一些家具家饰吧。我们说那我们也帮他们换换柜子好了，然后换换一些小东西这样。好，太好了，两人成行之后，没想到我们就很开心的再去找很多人跟他们说，哎，我们想要去帮他们换一些东西，这样好不好啊？哎，真的越来越多朋友就跟我们一起揪营这个计划。那我们后来就还结合了室内设计的部分，我们这次合作的是亚洲大学视觉传达设计学系，他们本身对室内设计非常的热情。这是个毕业生，已经毕业了，他们特地从台湾的不同角落，然后跑过来，他们坐车过来啊，坐车过来跟我们一起开会。那我们就帮他们打造了一个，因为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台中市的自由国小乌石分校，他们那边非常的酷，他们只有六个教室，三个老师。平均大概十个同学，我们一般上国文、数、理、化学，那他们还会看樱花跟乌龟，他们还会有台湾黑熊的生态课程，哇，我们觉得非常的棒。但是确实，他们教室就存在我们刚刚上述说的两个问题，所以我们这次要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希望把海洋带到他们的教室里面去。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因为这样子的源头的开始，我们就家具、家饰、窗帘到室内设计到油漆到。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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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朋友一起来参与，因为我们这整个工程的话，我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，帮我稍微的往下拖一下。他怎么一直？对，那这个是缘起，我再来往下一点点，我直接进入我们第一阶段，再来一点点。对，我们就从设计的讨论，那我们这个提案其实我们非常感动，因为我们很少看到大学生这么的热情。应该是说好了，我们出了社会一段时间以后，我觉得那个血都已经是冷冰冰的了，在他们身上真的还是有许多的热血。哇，他们真的是彻夜讨论，连我们那种室内设计的3D 图都画给我们看，我们看到说，哇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而且他们这一次的当中，他们付出非常多的心力，包含待会想要介绍给大家看的很多那种教室里面的小鱼啊，他们做200多只的鱼是手工绘画出来的。他们只是为了让教室更美丽。那我们就从我们就从设计的讨论到做场刊，来到这一间学校，然后最重要，我们在这一个计划当中，我们会做一件事，就是跟再再往下一点点，谢谢。我们在这个施工当中，当时就有非常多的朋友啊、一起来参与。那最主要，我们是希望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，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做。我觉得这个难度真的挺高的。你知道小朋友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可爱可亲很可爱啊，其实他们蛮可爱的啦，但是他们的可爱可能跟我们的见解有点不太一样。他们的可爱是他会跑过去很开心的，然后抓一只壁虎或蟑螂，然后就抓往我们的女同仁还是一些大哥哥们那边一丢，哇哦，然后他们就会非常的开心。然后或者有一个妹妹啊，哇，她真的是。你往下一点，我直接带大家看看它好了。第五样，到了，就是它，哇，它真的是超热血的哦。就我们现场，比如说那些阿俊啊，然后还有我们许多同仁，几乎都被他拔过头。他会很开心，装个跳起来，啊，你这样，然后装作没事这样子。可是，在他们这样热血的情况之下，你知道他们非常开心的跟我们一起参与游戏的过程，还是教室里面有一些小鱼、一些海底的生物，都是他们自己手绘的。因为我们很希望这一间教室的一个小角落，可以让他一同去参与。因为我们曾经就问过他们：“你们喜欢来这边上课吗？”他们其实喜欢去外面玩。
他们喜欢享受玩乐的感觉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带他一起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欸，他竟然告诉老师说我下学期要在这一间教室上课，欸，但是当然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刚好学期末他们下学期要换了，欸，没有想到那个老师竟然就，欸，这个小朋友他眼泪就掉下来，欸，他就觉得这一间教室是我这么辛苦的完成的，为什么我不能在这边继续上课？我想我们的目的达到，欸，怎么了吗？我就觉得我们的目的达到了，因为我们希望今天有一群莫名其妙的大哥跟大姐姐都是陌生脸孔，但是就来到这一边，莫名其妙开始就把他们的教室开始做打扫啊，然后油漆啊、装修啊等等等等等。我们只希望未来的十年后，他可能突然想起这一天，我未来自己的小孩送到那边上课，他可能会带一群人去对他做商品，我不知道做一些什么。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有一直回馈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希望之窗，其实它的含义是来自于这里。我们希望把这种希望的种子种在他们身上，讲得很神圣啊，对啊。那我们这个小朋友互动的过程其实非常的有趣。那最后就是还蛮感谢说，我们这次有参与的厂商朋友们，因为我们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反正就是有好几个，我要特别跟你们说一下，我们这个网页，我们这一次的拍摄是公司阿贵。那我们这个网页，我们设计这个网页是由 INIU 他们用3天的时间把它赶工赶出来，所以有一点点的。就只有他只有99分哦，所以大家请不要 care， 对啊。那我觉得这一次还蛮棒的，就是没有想到很多，我们都说小公司嘛，小公司原来联合起来可以做一件大事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奇怪，就2-3万的创业，为什么没有人这么不愿意去换？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一定要大公司来做吗？其实不一定，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还要再希望在这边告诉大家，我们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间教室，我们之后希望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交接出去，让更多伙伴一起来参与这样。那我们年底的时候预计在台中的文创园区办理一个大型的园游会，我们希望所有的园会厂商一起过来，我们办这个园游会，我们将所得的20%再回馈给这个每个学校的教育基金这样。那我觉得这次很棒的是，我们除了这个网页是由 INIU 做设计的，我们其实当时这个部分我真的要特别推荐一下，就 INIU 他们其实设计了一套那个 APP 的任务软体。那这个东西还是封测，网络上下载不到。可是我们就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因为他这个时候，我们当时在找人的时候，我今天他们这个概念还蛮特殊的，他们就是我今天发布一个任务，那可以把你如果他就有一群人，你可以做到人力的媒合、资源的盘点、资源的收集。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，假设我们今天要去乌石国小，它还挺偏山，我们找不到。那这个任务在发布的当下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结合 Google 的导航这样，那就把你直接导到那边。然后他们第三个功能做的就是，我想一下，他们第三个功能就是我们最重要当天的所有工作的盘点跟行事历。因为我们所有工作可能会变动，人员会有负责人的变动，那他们就可以做到及时的跟动这样。那我们真的还蛮感谢，就是这次所有与会的厂商，还有所有参与的人员，大家都是大家都是还蛮认真的付出的这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其实最重要，我们重视的是所有参与的人员，而不是这些厂商啊，对啊。所以真的希望未来大家可以一起来玩这一件事这样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